然后宝哥麻烦你一下，因为我后动新政的迄区小黄瓜，我今日传到你迄、那个，你讲蛮害，因为我即马想要甲控制，甲讲尽量控制掉，因为我发觉压不住，我尾后佫传我用了一挂迄个药啊，互你。啊，我即马想法是讲，因为我的南北边是正加边嘛，我是咪为周边外围。像啊喷油剂啊，啥物算不妨碍人家的咖啡？啊，唔过爱杂草边爱杂草啊，啥物做啥物动作，先为寡为伊直接甲消灭掉了。然后我的运气在这边啊做，叫我大家这个蛮太控制落来。大家我是这个问题，谢谢。好，来，这个好朋友哈，伊的这个回归哈，对。那么回归有当时啊，即个拄种落时阵，心买安尼求哦，即做侪人会讲，缺钙吼，即、這个其实你爱足细字的吼，即、這个啊红地毒啦吼，即、這个二点夜螨吼，即、哦、种的即个螨害呢，即通常尤其即、這个有的叫青地毒，有的叫白地毒，啊是在环境还袂晓分啦吼，即、哦這个生色的时阵拢红个，那么即个二点夜螨。有点内蛮就侪人，就叫做白地毒，还是叫青地毒哈？因为伊热人的时阵，伊是一个绿色的青青哈。啊，但是那个寒人的时阵呢，越冬这个时阵，伊也安尼红个。所以这個，那么这个二点内蛮，你最主要的是伊伫这个叶啊管顶弄安尼灰白，一点，这种的这情形。所以啊，这个伫你那是掉病哈，也一角，这种因为回归大概啊，容易掉，这个时阵应该除了白粉病以外，哈，可能就是一个落水当，当然就是这个落菌，哈，对落菌。那但是落菌，咱即马因为多数咱落菌也是用固定咧用这个亚磷酸钾，哈，其实还控制的还蛮好的。白粉呢，一个点，伊个作势点的。一般伊白粉，你若是拢伫叶啊后壁边吼，你会看到伊黄白粉都开始是黄点，黄伫一点伫叶后壁边，但是伊个点呢大小很一致。那么红地毒的一个二点叶螨的一个白点呢，大小较无一定啦，所以有啥物不好看到的时阵，那么大概都会直接就判断说一个是一种叫就是红地毒，这个二点叶。那么二点叶螨，咱通常伫即个咧抓时阵，那大概就是即个也无虾米较好诶，即个方，就是这些药呢，其实都有用，是会当讲嘛拢无效啦，就是讲你用诶即种防治诶方式，但是迄个时间你要缩短吼，比如讲咱一开始呢，把即个时间缩短，虾米叫做时间缩短，就是讲。原底可能是五天转一遍，一礼拜转一遍以后啊，你改缩啊变三天，那变五天变三天，一般通常阮是安尼，阮拢会连续隔三遍哦。即因讲转累了，看办事唔对，隔三天阁转一届，即连续用。那么百利普芬你免特别加，百利普芬你会帮浪变哈。那但是就是讲即、這个变讲阿巴丁哈，阿巴丁。啊，是用一点啊，即个蜜麦丁啦，吼，即个阴麦丁、蜜麦丁，吼，即类个即个药啊，吼，即较不舒服啊，但是伊即个有诶对即种药吼，感觉蜜麦丁有诶感觉杂杂，啊，但是即个可以的吼，可以去用，大概是即款诶即个处理方式，所以只有的是靠安尼吼，所以药啊差不多，但是你就是安尼去改做一个即个调整吼，做一点啊即个调整啊。那么调整即个蜜麦丁是阴麦丁吼，啊，卖全部拢晓得。讲药啊呢，小轮一个几种吼，即那么大概即个红地毒的药啊吼，即大概人拢问啦吼，即个较早有一支药啊叫名吼，叫做抗裂螨吼，即个。因为迄阵的亲家会食过啊，吼，即马他唔去吃，因为伊的这个抗药性吼，它很容易呢就上来吼，就讲下伊就就容易去。这个抗裂螨它有一个也是叫做亚昆螨这个药啊，吼，那么这个也是促杀性为主，这效果未歹吼，这进前阮咧用较早啦，即马。好像也怎麻麻，哦，迄阵迄足歹买，你唔知影，即种拢爱配置，你袂使讲头家有两件拢互我无啦，即照买，你爱甲我买啥物，我甲配
八五罐、八六罐给你，因为伊公司无爱给你，无爱给你用上济啊，所以伊就控制啊好势啊，尾啊啊，这个控制袂掉啊，过一段时间过也是不行了哈、哦，所以呢。也是这些名件叫做亚昆满，但是在回归来的好像不见得，不见得可以去喷啦。这基本上就是，咱真济这个药啊，吼，这个反正我们一直着重吼，咱台湾对于这个农药的解决部分的时阵呢，一直去注重那个检测、检测、检测，但是咱无去为那个源头，就是讲这些物件，你用药啊的那个。总体，咱会当去限制伊一个总体的这个用量。比如讲，我这个药啊，伫啊，伫这管顶切掉的时阵，我若限制你偌济，总体一个这个用量超过。哦，比如讲，我管你0.几ppm， 我拢甲你加起来，我全部把你加起来，然后超过一个量的时阵，我就认为你不合格。哦，安尼咱会当去管制用量，但是唔通看到迄五支药啊、十支药啊，顶管这个药物残留较少的。然后有些就稍微高，还是讲有的就无推荐，啊无推荐这个问题，咱一定爱去解决的吼。这若是无解决呢，永远就对，这就是叫做死胡同啊。吼，大刚底下讲讲讲也是没有用啊。但是我跟你讲，咱的立委也袂去做这种工作吼，尤其咱农业县的这个立委，人因农民也是伊的票啊，所以你爱了解吼，这选调伊就是主人，这上面为民喉舌，这种代志。反正我是觉得没做的事情不去做，然后这几块狗屁倒灶，有时候也是讲到这个就会很生气啊，这个没有用，生气也没有用，咱家去面对的，咱也是爱面对，因为最后到尾也在咱的身躯，就是农民啊，咱农民咱就是爱去做啊，这物件这个法规就是在那一边啊，所以这个伊麦丁，好伊麦丁，这伊麦丁有些对野啊，这我闹好鳞翅目的这种呢。这个也都是可以去、哦、那么亚昆满这种呢，这个呢，姑姑啊改哦，就是芬沙满、亚昆满这种，这姑姑啊抓一支哈、哦。那么够一个就是我推荐你也当用这个，那么用这个赛素胺，赛素胺，你讲用赛素胺要创啥不啊？你乱来，赛素胺、段素胺咧抓蚜虫、抓这个许，个袂歹啊。这抓蚜虫是因为这医生性好，所以予伊加减有一点啊，这个压力，所以呢，啊，伊个螨类呢，这个其实对赛素胺还是这个烟碱类，它还是会怕，所以呢，啊、我是干嘛讲还是有这个效果啊？就这人会跟你讲抓树沙佛伫这个，伫这个有内底改成无遐尼啊好用。就是讲，伫这个叫做例如来对，好像没有特别的明显，没有特别明显。但是这刺激式口气拢有好啦，这壳虫啊，这个粉虱啦，伊这是较广效性的一种这个新的这个杀菌剂嘛，吼，这种的物件，这树沙佛。那么这因为伊较新晒还较好放晒，吼，所以这物件呢。其实很多人会推荐你用，但是呢，目前来讲哈，这个呢还是在红蜘蛛上哈，就其实有一定的，还是有一定的效果。啊，但是这确实无俗啦，所以有的人会推荐你用，啊，无真正都抓到无法哩啊。所以这药啊呢，小改一下，但是这个蜜麦丁，这个都可以稍微做一点点这个小瓜子的这个表径。那么因为这个效果呢，其实还是可以的，有法度来改这个表现出来啊。这啊，有的人会去抓这个二胡龙，起码要买那无好买，所以呢，有时候也比较麻烦啊。所以呢，这存这款的这个情形，这个门类哈，这个二点叶门，这应该还是门类这个危害的，所以这个然后水就多一点，无其他较好。抓两遍啊，滴落来了，伊就好起啊。但是这种季节，滴无先来落来，这个呢还是要处理。啊，即马就是到第八片药啊，起嚟了吼，你药啊要减少，要无要转药啊，再考虑啦。这细长的时阵，应该伫这个苗期都已经状况啊，就已经吹警报了，所以爱小注意者。
那么这最主要还是这个门类门类的危害。那边啊吼，比如讲你也当地这个横滨种一挂这种有机磷剂哈，这种草啊啦、杂草的结界所在，因为边啊很麻烦，所以呢，这个呢杂草哈，还需要那些啥，那么需要做结界的处理哈。那么这种呢，有一定绝对有这个效果，就是讲环境吸口链凳，吸口链凳，这些种什么物件哈？你看问题味道比较重的哈，比如讲像这个有机磷剂哈，这就较有一个味啦。阿松这种物件哈，这种物件转蛮类是无啥好啦哈，就是它本身是没有什么效果的，但是呢，因为伊迄有一个味道，这糖呢其实卖讲糖的，咱人都不喜欢呐、啊，所以有时啊还是可以的哈，当然呢用，所以这好朋友哈，那么小做参考哈，提供给你小了解一下哈，嗯。